你觉得这车是不是跟你平时看见的那些超级跑车有一些不一样？对，就是你觉得哪儿不一样？我觉得车型什么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就你感觉一下，就是这车大概能值多少钱？就是怎么着也值个两三百万差不多吧。那么贵吗？六百万这台车啊。为什么那么贵呢？这个慢慢回去跟你讲啊。法拉利大概能值多少钱？这个没那个贵吧。哎，你是应该是整个上海唯一一个说出这话的女性。我这个就是最新款的 F8， 我这个是传说中的812 GTS。 你看它是一个敞篷，女孩子不都比较喜欢敞篷吗？然后它又是一台大的法拉利，然后它又整体的这个造型又看起来比较的意大利的风情在里面，跟它的价格差不多，大概600万左右吧。这个就比较便宜，这个在4500左右。